小姐，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，咱们俩去看吧。忙得要死，累得要死，哪有时间？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？我也想开心开心。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，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，保证飞行安全。平时刷朋友圈吗？大家都怪你玩了太久了。我没什么呀。你和宇航啊，没有的事。有人送了我两张票，我用不上，给你吧。南丁哥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我明天有航班，你找同事去吧，别浪费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嗯。嗯，可以啊。上谁玩？你这好的挺快的呀，能吃能喝的。反正南天哥又没和真和宇恒在一起啊，外头人都瞎传呢。谁告诉你的？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什么？白汉啊。你还真买了？南亭哥给的。他？哎呀，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。有人送了我两张票，我用不上，给你吧。南亭哥，那你自己去看呗。嗯，我明天有航班，叫同事陪你去吧，别浪费了。小姐，我特意查了，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。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？我这儿还挺多的。笑。笑什么？就问你喜不喜欢吧。打死你啊！我们今天飞一班，我来了。
听宋宋说，昨天脱口秀演出的效果不错呀。什么脱口秀？你没去？顾小媛，你要真听宋宋说了，他能没提我去没去？抓紧一切时间，您最近飞行任务多，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，有好几个地方还要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。落地再弄吧，不差这一会儿。顾教员，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，你为什么不带我？这个活又苦又累，得和各部门沟通，还不能保证有结果。哇，这么有挑战，那我更要搭把手啊。你的飞行任务太重，还是算了。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。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。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。再说了，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、啊。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。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，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。丹丁哥，好难啊，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？行，你可以参与，但记住，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。